他二十四小时的，他不是二十四小时在顾小孩。他吃饭时间可以大便。大便。你在水流挺有。嗯，这么多二饼。什么那么多二饼？一饼饭。吃八点对吗？希望你在那节骨那边呢？你乐啊？阿妹，没。好，我等下照他的电话费。我吃饮水机也可以吗？我等下再去看。嗯。你到我这边来。好，我知影，我有事情先交。你都会，你出来做。最后一幕。没了。没了，就在节骨那边。不要打，对啊，打安全的，什么？我要三条六万呢。3条6万。我有摸上来。他你去找爸爸听听到这样吗？那边没有。一条嘛，没有啊。就刚好被妈妈拍。4万。哇、哦！他连手机掉下去，他要换了啦，他家住了。对，我要换，因为这颗。电池都会发烫，那这样不好，我怕它爆掉。今天好像特别喜欢小米，是很久没有吃了。要下去。可恶啊！来宾。谁呀？想说救了，我拍谁拍谁。还以为是打我的膜。你呀！我真的不知道我是223，你知道吗？都有来碰一点。你看你这么多碰的耶！啊！第七桶哎，如果我吃的你就自摸了、欸，没有，应该要吃的。有一个洞，车子要过去吗？你老要用的车，把那个来开，因为很少在开车。你上班也没办法开车。工作，但是不确定自己。
老板。哦，没有像你们要跑什么新化、善化那个比较远，比较近哦。我上次也去，我上次也去到两个。白屁！你这车嘛是比较不彻底的哦。你要贵，你要贵些的。他在开语音。嗯。谁在开？从用想的也知道。请你关起。每一次都是他。睡觉的时候我是没差，因为我都会故意讲一些有的没的。好扯。五条。我都给你喝第二泡，你会不会觉得太浓？不会啊。下课。可以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你玩过那个吗？有一个小朋友，那我们可以。
旁边看忙比较好笑。上工的。对呀。上工的啊。十六啊，哎。你怎么打的？我都奇怪，应该听牌的，听不掉。你在干嘛？那边少两只。打架你就打他没有摸牌就打牌，所以我一直在那边等，那边都没有切一角啊。哦。我摸的时候都完全没有切一只牌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等一下，不要打。不要打。难怪你会相公。我还以为你。我在看半天，你们都说我在发呆啊，我那时想说，我摸不上黑牌。我就觉得怪怪，我以为他有心的。我也以为他有牌。我想说眼睛。七万。七万啊。对啊，在相公了，你不打。等一下，所以我刚没有摸牌啊。我谁知道。我们在排自己，没有，你没有摸牌，因为我那时候摸的时候，难怪他排那么好。那你怎么没有讲？啊，因为你们都说我在发呆呢。难怪他排，难怪排那么好。你知道我在笑什么了吧？为什么？姐夫那次一直不打。我听啊，我听很久了、啊。你们两个一直听一样的，然后两只在。二条跟五条不是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你竟然拿两只哦！就你们两个，我就想说你们谁会先放？我摸八条，我五条，有可能也会死啊。不是，没有啊，你没有。